今天来给鼠子们烘蔬菜干，先来个桃子，切片就可以了，大概这个厚度。第一次烘这种桃子，不知道烘出来会是什么样的。仓鼠只能吃果肉，不能吃里面的核，所以这个核就交给我吧。再来切一下西兰花，我忘记戴手套啦，各位宝贝，先戴个手套，干净又卫生。继续把剩下的西兰花都切了，再到胡萝卜，切片就可以了，然后整齐的铺到架子上，再到南瓜，这次买的好难切哦，铺一下，今天的南瓜看起来好像黄桃，再到紫薯，铺好看看还够不够位置，我想再烘一些肉，还有两层架子可以用，来点鸡肉吧，在中间切一半，翻过来再切片，把它们整齐的铺到架子上，最后再烘一点银鱼，先拿去烘啦，下次来看成果吧。